我今日要送去看，可以叫你签。李氏，东义同会这个卑职合作案，请下去。你只要抓准讲，你手头有赵正浩的股份，就当赢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真大的收获。吴家文也票我尊崇，赵正浩才是真正合法的股东。我要给我一张股权票，投降。 三米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抛声。我知你真怨恨林老师，不过你也请较细腻，唔通受伤。二姐怀疑莫浩天就是张正浩。莫浩天的真正是张正浩，我相信。二姐一定有法度认出来。这里个正浩，就在所在拢相信啊，这无可能是假的。讲，阿舅妈，阿叔你爱张正浩。余堂公要找我讲代志。 开车开到半路时阵，你搁逼我接受伊感情，那无伊就逼我做无事。你竟然叫戴维来带大波说，戴维甲家小拢无法度接受，罗圣公因有一天叫你讲讲着戴维，恁爸也袂点头啦，安尼你听有无？我即马遮尔凄惨，你徛伫我面头前，啥物话拢免讲，就已经有够刺激我，我无想要看着你，你给我出去！我等即工已经等足久啊，而且江宏杰已经替我几号精神病症。 但一个，我一定让林律师免行地狱刑。林氏，我同意同归这个卑职合作案了，请下去。三票对四票，安尼看起来是同意股东较济。那呢，我直接正式宣布，即个吴家文也票我尊崇。 我当然知影，伊是继承张正浩的股份。啊，不过，假使讲张正浩无死，安尼张正浩应该才是真正合法的股东。